喂 ，Hello。Hello，Hello，Hello， 老哥好。小姐姐好啊，小姐姐。叫林可，我叫林可，叫林可就行了。叫林可。我叫 ID。啊，对，叫林可。好。刚睡醒。林可，可爱的可是吧？林可。对，双木林，可爱的可。你要 ID 发我吧，搞快一点。我发了，我发了。发了。搞快一点，别那么快，我不喜欢快的。你不喜欢快的呀？你进来就搞黄色，你个骚了。没有，我不喜欢快的，不喜欢快的。那你学什么专业的呀？上大学学什么专业的？其实我是一个体育生，我现在很就体育生啊，那就是身材很好，我碰到小狼狗了。这位女施主，我请你控制一下哦。我是体育生和你，我是体育生和你有关联吗？不，你读书吗？可能是我平时我读。你读书啊？你现在多大了？我18，人家才18。你18岁啊？确定吗？你十八，你确定你是18岁吗？我自己说的，我肾都虚得慌。我20多了。你20多了？对。20几？我可能太大了，我都不好意思说。就是说完之后，他们都嫌弃我大。我很多老板他们都嫌弃我太大。你不会比我还大吧？我18厘米。那干嘛搞黄色？哎。正经、我是正经人，别这样、小哥哥。那 你多大呀？我26。你我操，你都26了，这个年纪都少妇了都。是不是太大了？我好你。但是小哥，你不觉得就是很多男生他们喜欢的都这样吗？而且少妇有少妇的好处啊，对吧？那女生给你整一个小姑娘一上来，你打她一下，对吧？拍她一下屁股，你干嘛呀？你要不疼呀？那你要是像我这样的是？哎呀，干嘛呀，死鬼，讨厌！哎呦，我操，老司机了！哇，你二十六了，你父母不着急吗？你30就不太好，不太好找到。对，你看，就很多人提起都是，哎呀，就林可都26了，对吧？我们村人是说起来都这样，都二十多了，奔3的女人还不结婚，还不找对象，哎呦，我没碰到合适的，我不想结。合适的？什么叫合适的？像你这样的喜欢什么样的呢？第一必须对，就年龄必须大。哦，你要年龄大一点呢？不然呢？多大的？像你这样的就是18厘，不是，就是比我大点吧。我靠，这谁听得出？你别搞，我就是我不是，我就嘴巴说你是真材实料的，你是真的，你是我是随便口嗨一下，你是属于是就是喜欢这样的，我是学生呐、你别跟我乱搞啊。我瞅一瞅啊，我瞅一瞅你是何方妖孽？没有啊，你这上面有没有你照片呢？没有啊。有啊，有个背影，我没放脸。哦，有个背影。对，放脸、不安全。为什么不安全？就是为什么？怕他们爱上我。你是老司机啊，你天天搞黄色你。你笔芯咋不通、啊、我没有，我哪有，我就是年龄大点嘛，就是大点儿。大点懂得会多一点。是不小的也未必不懂啊，谁跟你说小的就不懂呀？你别搞啊，你真别搞，你再搞的话我一拳下去，你让你变成约德尔，因为打到了膝盖，让你膝盖以下全部截肢。